那大家都知道土豆兄弟新版本里面的武器跟道具呢是可以被诅咒的，就会变得更厉害。诶，但是没想到吧，现在角色的也是可以被诅咒的，看到没有，他这边是有背景的。哇，变得好厉害哦，一个控制的武器狼就加 83% 的经验值，加了498。大家如果想玩的话可以去创意工坊里面找到这个 mod， 然后呢就可以选择被诅咒的角色了。另外这边版本是有更新了，就很多怪啊可能之前太强了，他现在也是有调整。另外呢，创意工坊之前很多模组都不能用了，就最近也有一些臭小子问我为什么打开模组不行啊什么的，实际上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新版本以来就这次装了这个 mod。 还有一个就是基因重组吧，这边甚至可以重组三个了，假如说我选三个的话，你看他这边呢就有三个角色了哦，有点厉害哦，这也是新的，之前好像不太行吧。那我们这次来玩点什么好呢？我有点想玩这个生物了，你看我有点想一雪前耻，好家伙，之前玩这个被虐死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之前这个虐得更惨，这玩意是吧，匪徒啊，我可以窃取两个道具了。等一下哦，咱们一个个来哦，先把这个生物给他那个先复仇了先哦。现在呢是可以拿到两个被诅咒的鱼钩了，好家伙，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局可以全部拿被诅咒的道具哦，就可以一直锁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可以。还是拿冲锋枪吗？冲锋枪实际上不太厉害哦，不管哦，就拿冲锋枪，走你哦，两个钩子看看怎么样哦，这把绝对是爽局好吧，两个钩子而且还是被诅咒过的，等一下我们看看它的概率是多少，应该一锁一个准吧，差不多。不过呢负面效果好像也是有所增强哎。你看现在出的诅咒怪第一波就有了，等一下看看哦，减七，之前是减多少，范围加点哦，诶，范围才减七吗？不对呀，之前是减十还是减几啊？不知道了，我们来看看啊，我果然是两个钩子哎，好家伙，28 28 56，一半的概率哦，起飞。我不应该拿这个的，减七范围减3%的经验，哎，这个负面效果也减少了，并没有增加哎，不对不对，我们这次说要拿全部都是诅咒的道具哦，这个不能拿，就箱子里面的不要啊，10%-5%，哎呀，负面效果原来是削弱了，行吧，我重新来一把，这次呢就只拿诅咒类型的道具啊，全部诅咒，这可太爽了吧，我以为是那个呢，先把武器锁了先哦，然后呢看看有什么好说，哇，直接诅咒，这是我自己运气好啊，跟那个没有关系哦，来。这个呢也拿诅咒怪尽量多一点，都锁一把武器先混着，等一下把这把武器也给它换成诅咒类型的，反正是可以合成三绝武器倒是没有关系了。武器啊它就是到后期啊锁起来的诅咒武器呢属性会多很多的，好像也是看运气了，看运气了，到时候看看吧，到时候咱们整点传说级的武器哦，走你。哎，怎么个事啊，这不是两个钩子吗，56%啊。可恶啊，还是看运气是吧，你臭小子，我不管哦，我就拿这把武器，你什么时候给我诅咒了我再换过来哦，我再加一把武器哦，搞事情臭小子。不过这个也强啦，他每一波有加两点诅咒啊，相当于是每一波有给冲锋枪加了一点伤害啊，之前冲锋枪也是 50% 的远程伤害嘛，现在是每一波加两点远程伤害哦，这个非常强啊，咱们就即使什么都不点也是有提升的哦。那个保鲜怪打不掉吗，给给给给给，哇，差一点点。生命值吧，有什么多就加什么。范围，范围来点吧，范围一直在掉。哎，有了，但实际上这不多不多。冲锋枪我忘记了，它后面那个是没有加的，其他也没有加。等一下再换其他的吧，这个先锁着，全都拿诅咒。线宝宝要不要？先不要，我们这次来一波无尽，到时候呢整点幸运啊什么的。地雷不要，武器呢？武器哥，更多的速锁一下会怎么样呢？好像是打速一击毙命，好像不是，忘记了。到时候看看啊，收获闪避又全锁了，可恶！来哦，哎，他诅咒的武器前面有一点点这个吗？我之前倒是没有在意，之前有没有啊？不太确定，之前好像是没有吧？现在才有的吗？我反正之前是没有注意到了，也没有仔细看。OK OK， 诅咒怪打一打啊，每一只都是加伤害的。来，箱子一个。OK， 箱子没有诅咒，咱们就直接回收，回收收获。好，又是一把武器啊，这加一点诅咒，这个树我倒是挺想看看怎么样。那来吧，这两个。OK， 冲锋枪再锁一波，再刷一个小鱼，这得来哦，超爽喽！每一波都有诅咒道具拿。不过呢，咱们等一下到后面啊，这些低级的就不要锁了，去锁那种高级的，就是什么紫色的那种啊，它加的会更多一点。而且更划算了，哇，现在超强哎，这枪突过去十几点了，我都没有加伤害啊，就打打这种诅咒怪啊，然后自己升级的时候加加诅咒哦。等一下我得搞点经验值呢，不然等一下升级也升不太起来，就没有诅咒可以加了。它不是每一波加了，升级的时候才会加。刷新一波生命值吧，树生成更大量的树，之前是更多的树嘛，是吧？哎，这概率有点低吧，你们不是很高哎，这样子。
哎，经验值，经验值，速度范围，这个来个，范围会不断的减少的。刚才应该说点经验值的，不然等一下升级升不太起来。我们冲锋枪就不要升级了，就一级好了。它这个升级起来差不了太多的。等一下换其他武器，不要把资源浪费在这把枪上面。等一下肯定是要换的，到后期。不过似乎呢，我得搞稍微搞点吸血了，没有回血，我不要收获再来点。移动速度，移动速度吧。哦，这是一下来三个啊。17速度 ,46 范围 ,76, 这怎么都是 75,76,、现在波动很小哎，之前好像挺大的，一个100多都有好像。这个一直锁不出来，这个有点问题吧你，是不是有点问题？丑牙给他锁一个，独特的都要锁。OK, 再刷一下，再刷一下。攻击速度不锁了，就这样了。OK, 走，我现在速度超快了，起飞的，带个小翅膀。伤害25点啊，哇，横着走了20几点的冲锋枪啊，第七步啊，伤害都没有加过什么。好爽，等一下最好给我来个那个每一波都有增加那个经验值的东西啊，咱们给它锁一下，变成诅咒的就很厉害。打树一击毙命，不要回收。范围很大了吧，也加吧也加吧，反正哦这个总算是有了。加3生命值，诶生命值之前不是5吗？伤害有增加，诅咒又加了点点。生命值之前是5是吧，经验值得锁。OK, 这些东西不锁了，我找高级的，等一下找高级的。等一下呢就专门锁独特锁有用的东西啊。哇第八波你看 ,30 点伤害了都。哇有点东西啊，伤害成长超快哦。来吧来吧 ,OK, 闪避范围闪避加点吧。我看一下现在经验才掉24啊，掉很少。哇不出哎，这几个怎么回事啊，有点难搞哦。哦免费刷新可以哦。免费刷新会增加次数吗？不是很确定哎。第九波了，来，哇瞬间没了这个大怪。之前我得打半天，他一直跟着下弹了。等一下咱们就不要打，让他弹出来啊。弹出来因为也是一下子被我们打死了。里面会有更多的钱了。实际上诅咒高起来，如果你能把这些怪清掉的话，他给你的钱也会更多，这些材料掉出来会更多了，也是还不错的，可以的。走，哎，让他下蛋，让他下蛋了，让他蛋呢也生出来。哎呀，一下子被我秒了，可恶！太强的烦恼。OK, 他出来个蛋哦，来，瞬间扫掉。哎，这蛋还厉害一点啊！哇，好家伙，蛋比他厉害啊，哥们，是吧？扫他好像不用那么麻烦，完了清不掉了，哥们有点拖大了，不好意思，救命啊，我这紫色的怪有点多，他生出来这个有点强啊，怎么个事啊哥们。100多材料，哎鱼钩，可惜的不是诅咒的。哎没事没事，等一下咱们自己数啊，随便拿，就拿高级的就好。丑牙有了，最高36，之前就是30啊。经验值也来一个，免费刷新这肯定是要的啊。哎冲锋枪直接诅咒的，哎他就77，哎现在差不大哎，之前我记得波动很大的。没事没事啊，我希望刷个猪出来了，有个猪的话我就可以这么存钱这么去刷了。这个构筑物的攻击速度，嗯有诅咒也拿吧。再刷一下翅膀范围，17 46，诅咒加6，再锁一个再锁一个。走了走了。等一下有没有 boss 啊，我希望等一下是 boss。 哦果然是 boss 啊，好家伙，给我来个那个臭小周一直戳戳的那个。哦这波打死的，上一次就是被他搞死还没有报仇呢，那个巨防，而且他防御值很高，我们打他攻击力会下降的。不过这把攻击力巨高，30多40了快，我应该整点小弹弓的，这样子打怪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吧。现在清怪都清不了，没有穿透，等一下给我来个什么头巾啊什么的吧。你看怪有点清不太掉了。OK, 一个箱子，对，真有头巾啊，可是不是诅咒的呀，哎，暴击，生命再生，哦，免费刷新2次，94嘞，你看到后面就高起来了，可以，这个是14 52，这个是17 46，它有些加多，有些加少，好，来吧，一次刷新，工程血，这个得拿。武器现在是反正各方面有增加，你就好一点了，而且我们是可以给它锁了，这个37什么鬼啊？这 0.1, 这好像跟冲锋枪差不多啊，但是它贯穿99次，减少 100% 的伤害。减少 100% 的伤害是什么？就后面没伤害咯。那算了，不能要，不要不要。刷新哦。哦 ,nice, 这个可以哦。香肠。诶冲锋枪。这把合成一下啊，来。全部这个了，等一下找其他武器哦，过渡套加特林啊或者什么的，刷一下工程学，这个加工程学加速度的也来点，就是速度加伤害的那个，等一下也可以拿一下，不过速度也得控制一下，太快好像控制不太住，不行不行，冲锋枪还是差点意思，还是差点意思，伤害是挺高，但是清怪清不太掉，没有很厉害的感觉，就是没有乱杀的感觉，其他武器应该会好一点吧，我远程伤害甚至都是负的。回收收获吧，我加5%啊 ，nice， 这个36点经验哦，走刷新两个，两个也要，
这实际上不要也行了，浪费格子哦，不要了。看看有没有其他厉害一点的武器吧，这种限制级的咱们都拿、哦、最好再来个钩子了。来哦，看看是不是那个臭小子哦，好像不是，是个水母，水母也挺烦的，很恶心，也被他打过好几次了，也被他打死过好几次了，这次也是可以报仇的、哦、来再扫一下，臭小子再见吧，拜拜哦，轻轻松松，哇超轻松哎。水母只能算是一般仿，那个发射机关的真的是巨仿，超级无敌仿。 OK OK， 哎不对啊，我如果不拿那种非诅咒装备的话，这个红色箱子里面出来如果不是诅咒也得回收吗？我好家伙有点舍不得哎，这样子这红色装备如果出个好的那咋整啊，算了不要不要，就要诅咒的，大不了后期我自己买哦，自己锁，咱们今天玩无尽哦，来让我看看，不要垃圾一边去哦。哇芹菜茶就是要这个加经验值的，我现在有26了甚至高了、哎、那算了无所谓、哦、护甲来点吧，护甲还是0哦，百分比伤害吧，这个有了， OK 钉子有了，占 38% 的工程权，好家伙可以啊，这玩意先锁着吧，经验值实际上不太想要，我想要武器，医疗签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好也挺好，86啊 ,68 这个。不要不要不要。我觉得我等一下得吃赛博球这些了，搞幸运啊，到后期就会好玩。再刷一下。三级的中文角那说一下。三级看一下它有多少提升哦，应该是有100多啊。100%多的远。哎不那也没用啊，我没加远程伤害啊，我锁它干嘛呀、啊、可恶。我等一下甚至说不定搞个标签啊什么的。搞个那个哦，近战伤害啊。哇不过这伤害真高啊，我诅咒多少点了，这么60多了 ,80 多都有，诅咒90多了，全靠我升级哦。哦还有一些装备，那装备也加很多。那个叫什么翅膀啊，一个加6点啊，加很多。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啊，现在是。收获这个枪没有，枪不要了。这三个点了，这次我就锁一点有用的，这个也挺有用的，这些都有用啊。说的是哪个没用一样呢，我应该优先刷出钩子先的，这种东西无所谓哦，不要、啊、优先刷出第三个钩子，喇叭枪可以的，喇叭枪180多，冷却5点伤，贯穿3次，捡起材料种子，我们就慢慢转转型看看吧，看看情况怎么样，说不定喇叭枪还可以的，如果我们可以拿到吸材料的，或者这个叫什么拾取范围稍微大一点点，因为我们现在移动速度非常快嘛，这样也可以哦。哎呦冲一下半条去啊，不行不行，等一下得加护甲了，我等一下说不定会突然暴毙的。这喇叭枪得一边走一边吸材料才有效果，不然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，还不如这个冲锋枪来的实在哦。现在已经有好多箱子了，一波4个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一个诅咒都没有，范围60点，这个有了 7% 的生命窃取，可以，这个独特的也说一下，多来多来哦，走来人呐、啊、摔兽死哦，这个也很烦，这个跟那个配合起来两个人真的天衣无缝啊，臭小子我现在移动速度这么快，打他还是有点难搞，哟臭小子也有点东西哦，来突他，哇移动速度慢，打他根本没法打，就是等死，不行我现在生存能力还是有点差，被他们碰一下就基本上半条血，碰两下就嗝屁了，等一下会突然暴毙的，还是小心一点好，哟全都是这种叫什么诅咒怪啊，要清不掉清不掉，救命啊，我会死这里不至于不至于哦，还能活着下来没什么问题啊，这个箱子看开出来是什么，除了圣物我什么都不要，就是没有诅咒的，圣物诅咒过之后不知道是怎么样的，我们到时候可以稍微试试看哦，如果有刷到的话，底下差点没呢，树不要极爱独特的武器无法升级或者回收，你疯了吧你，一边去吧你，机械臂啊，哇这挺好的，加工程学我们就有加伤害是吧，可惜了，不要来吧护甲吧，5秒加9%啊，这挺好的，这不要了这不要了，杜老师不要了，我得刷其他东西了，这玩意换了吧，冲锋枪还是好一点，速度这个鱼叉枪你们觉得是什么，榴弹发射器是什么，反弹一次每 3.7 秒发射冷却为2，运动是爆炸，诶这整一个看看，鱼叉不能要，鱼叉就是垃圾，它会勾过来的，不要，冲锋枪95哎，这一把来一个113，都是100多了，这个竟然只有70多，元素伤害这得要啊，就是都给武器增加伤害啊，等一下走走走，5点生命值1点诅咒，那拿了吧，暴击回血不要，闪避来一点，升级加生命财神这个得要，冰冻的心16点元素伤害哦，这个武器伤害又高了，藏宝图我总算有了 30% 的概率额外道具哦， nice， 武器倒是没有啊，没事哦，哎，捡材料回血得得要，回复手段，首次被元素伤害命中时额外承受 10% 伤害，这个有元素伤害算了啊、哦，我刚才有加了，这也得要，反正什么都要啊，可惜没有猪啊，应该是我格子空出来太少了，就留一个刷刷猪好像不太合适，经验值已经是有了，那直接来吧，走你哦，哎呦就1点血，能行吗？
这波怪物的伤害好像是有增加 100% 嘛，这个才加 26% 啊，它缩减了。行吧，那问题不是很大，问题不是很大，但是就是诅咒的怪后期提升好像挺大的吧，不是很确定哎。等一下武器能够打到多少波，到时候试试看啊。我等一下那种就是诅咒高起来之后啊，我就不锁了，就也不是说不锁了，除非特别想要的我再锁。哇，吃果子，吃果子可屁了，好家伙难打了，完犊子了，救命啊，那个东西戳的超快了，怎么经验值都在这边值，就是材料都在这边，有时候还挺难躲的，那个速度快起来。不要，就锁一些特别想要的。我们这个高起来之后啊，刷新概率挺高的，11%呢，就一直刷就行了。生命再生这来吧，反正是限制级的护甲，幸运暴击武器整一把看看，这个合成掉啊。OK， 149，实际上伤害不高，这都139了，你们说，0.37，实际上攻击速度也快的，来个这个也来刷新，我40伤嘞，6点诅咒。再刷这个得锁，敌人更多，哎，这也得锁。完了又开始锁了，额外贯穿，减少贯穿伤害倒是可以避免掉吧，也不是避免掉了，就可以拿一个南瓜什么的。哎，这个蜈蚣长老这个倒是应该挺轻松的，那个子弹射出去的有看到也挺大的，哎呦我搞定了，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有没有清怪效率提升起来。260好像并没有很厉害啊，爆炸范围挺小的，没有很厉害。这么看来还是冲锋枪好啊，等一下看能不能搞个加特林，还是换加特林啊。但是加特林我这个叫什么尖头子弹就没有必要了，有点纠结的。没事没事，这波打无尽时间很长哦，到时候可以弥补回来的。就是搞钱需要那个，准备一下先，不然的话后期我们打不到钱了。暴击什么那个打钱的那玩意啊，得搞一下来。哇，钩子，哎，又来啊，铁针啊，这个有点想要一件道理。你说他如果变成那个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呢？算了，不要生命窃取冰块。 OK， 贯穿两个，减少 9% 的贯穿伤害，挺少的倒是。行吧，独特啊，这个得要。锁生命值先不要，这又来一把，200多伤害没有高啊，主要是我现在武器伤害加成完全不是靠这个远程伤害啊，完全是靠其他属性，不然再来一把吧，无所谓啊，倒是来一把。哦，它是有冷却的，3.7秒发射2，所以实际上也不是很好。等一下再换，走。现在反正打这些也是轻轻松松的，它有一点点爆炸，清怪效率也稍微有一点高。你看这一堆的话，你看炸一下就没了，还可以的，还可以。哦，解锁了个什么？单次造成1000点伤害，过度杀戮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这个成就啊。之前很多成就我都已经解锁过了，但是我后来这个存档搞来搞去啊，把那些成就全搞没了，所以呢怎么说呢，我现在有很多成就都没有解锁掉，有时候打着打着就噔噔噔，相当于就是一个星号了，不过也没有关系了，这个成就还是挺好那个。好的好的，后面怪有点多了，清不太掉了。哇，钩子总算是，这个才 30% 嘛，来哦，来了3次哦。有点东西，百分比伤害哦，这个加挺多的，闪避吧，呜，这三个都有，哇，4个，更多的敌人，藏宝图，等一下拿一个箱子会出现3个道具哦，这个1点护甲加2点最大生命值也是可以的，130这也拿着吧 ，OK， 那接下来就找厉害的东西锁，像这种幸运啊，就随便拿拿吧，也是挺好的，哎呀，可惜前期没有出哎，刷新加伤害，你说这个会变成什么样呢？概率更高吗？我优惠券必须得刷，元素伤害，击退。鸡腿加伤害，我倒是没有多少鸡腿呢，水一个吧，水一个吧，好吧，就这样，无尽哦，先把无尽过来先。哎，倒是没有什么成就哎，就也不是说没有什么成就，就是不是特别厉害啊，没有拿到很厉害的东西而已，就是硬凑嘛，凑诅咒哦，凑极品装备凑出来的，没有那种特别厉害的道具，因为有像那个铁针啊什么的，实际上我们也那个也不拿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，好家伙，这章鱼有点猛哎。主要是我们一直在锁了，一直在锁的话就会显得刷新出来的东西特别少。等一下就尽量去刷新吧，尽量不要锁了。但是有很多东西一看到就想拿，没办法的。哎呦，后面怪好多，后面怪打不掉了，打不掉了，完犊子了，我得要厉害的武器了，哥们，整把加特林吧，那个叫什么？加特林激光，那个超强哎，那个无敌强。哇，这个怪啊，有点厉害了，到后面。清不掉了，没事没事哦，问题不大，还是可以清掉的。哇，这不打了好多钱吗？得找那个自动新材料的东西。哇，这个东西，哇，再见吧，灰烬，再见吧，再见再见再见，只有这个可以拿，反正11暴击也不错了，说实在的。OK。
远程伤害总算是加了点，我就拿比较高的暴击。好，50%加2%的伤害，10%减1点最大生命值，这也行哦。9%的价格，哎，这非常 nice。击退加2%的伤害，9点击退了，我现在击退有8了。这武器不要了，找厉害的武器。大锅，失去范围加79，整一个，来吧。哦，加2%的伤害啊，这个也得要，箱子更多，复制一个。哎，接下来会不会变成复制两个呢？这样子，这就有点东西了。我如果给他那个的话，粉碎纸护垫整一个吧，后期得靠这个加血哦。但是再刷一下，算了算了，不刷了。接下来钱得省着点用了，尽量去更早的买到道具吧，不然的话后面道具超贵啊。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暴击打钱的话，挺难搞钱的。实际上，我觉得这波肯定是输在材料上面的，其他应该是不会输的。就是没有材料打到后面，因为我们一直在锁，所以呢就没有刷出可以打钱的东西。前期呢也没有刷出猪，前期如果有猪的话，咱们就可以存很多钱。嗯，不过问题不大了。哎，我觉得前期咱们就是应该就锁几把武器就够了，其他东西都不要锁，就一直刷那种有用的道具，先给它刷出来一些厉害的东西，猪猪存钱罐啊那些，然后一直存钱，因为几把武器完全足够了。他伤害是自己会加的，你打过去怎么都1000多了？暴击啊，有没这么高啊？我多少这个了？才200多嘛，远程伤害哦，这不行，不能拿，不要。这300多，哇，加超多了。护垫，哎，我们现在概率是多少？忘记了，30，那边是56是吧？86，86%的概率确实挺高的，102%出现额外的战力，都拿都拿，80点材料加2点生命值，来，这个得要，来个厉害的啊、哦！银质子弹，这要嘛我得给它锁住才行，一下变2个，但是我不太想要这个，再刷吧，就留个厉害的。这不能锁啊，当你获得此道具时，你的最高诅咒和最低远程伤害正面属性互换。哎，加特林有了，加特林远程伤害不是最低的呀、啊。200多点诅咒换这个远程伤害，你们说划不划算呢？实际上不划算啊。那我接下来要获得诅咒的装备就比较难了。哎，但是我可以锁是吧？我可以锁，这伤害倒是确实有高，可能有增加50%左右的伤害啊。嗯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50%而已。我诅咒这么高，接下来出现诅咒的东西就会更高。这个先锁了行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好不容易加上来，再刷再刷，我得刷一个厉害的，这些我都不能要。哎，土豆发射器，这得存钱啊！别说壁虎宝宝吧，不然壁虎宝宝算了，我觉得壁虎宝宝挺好的，都锁都锁，来来来啊、哦！壁虎宝宝挺好的，就是没有获得，我们要这种稀材料了，接下来，不然有点难受了。来 ，boss 打得掉吗？没什么问题啊，可以。等一下，咱们把格子都空出来啊，搞那个打钱的，多点点暴击啊。现在就搞钱，然后，土豆发射器了，还是存钱，土豆发射去那个伤害高了。就到后面我们升级升不了多少，诅咒实际上加不了多少的，到后面也不能一直买装备加诅咒嘛，是吧？还是得靠材料啊，这说到底到后期还是得打材料，没有材料还是不行啊。这是你要有一直成长的东西啊。哦，那个可以、啊、那个捡果子加幸运的那个，到后面果子巨多啊，那个我们后期可以试一下，到时候都不要都不要，范围来点啊。哦，你看43，那现在就86了，拿一个来啊、哦、86 接下来再拿一个就行了。那这玩意儿要么回收，要么怎么样呢？回收算了，这玩意实际上不好用，3点几秒呢。回收加特林土豆发射器哦，远程伤害工程学都有伤害加成了。土豆发射器500多，加特林390多。回收，接下来只锁一些有用的啊、哦，这些能买就买，买不了就算球啊、哦。加经验值这个得要，到后期还是需要升级的。土豆发射器又来一个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哎呦，4级土豆发射器，全土豆发射器算了吧，就全土豆发射器哦，来吧，再混着，看看能打到多少关吧。等一下，整点弹射，现在稀材料效率挺高的。我本来是想搞幸运的，但是好像不是特别好搞吧。我们下次呢就玩那个吃果子的德鲁伊啊，对，德鲁伊，他到后期肯定满屏都是果子，我怀疑啊、哦，一波吸过来就几百点加起来，哇，这垃圾箱子真是一个东西都开不出来，暴击先拉满了。不过这个锁的概率还是挺高的，现在那行吧，冲锋枪淘汰了，回收吧。接下来整护垫存钱，嗯。搞钱哦，这怎么还有啊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被诅咒的敌人。哎，这个好，总算是搞了一个加材料的。25波了，来吧，水母五、哦，没什么问题哦。小鲨鱼先给它做掉先。这个水母还是挺烦的，来揍它，尽量不要在角落里面吧。我每天都，哎呀，我要死了 我人傻了，我好菜哦，我就这么死了，这么水灵灵的死了。刚说不要在角落里面，要搁角落里面，不过后面。怎么说呢，没什么提升了，给自己找个借口。
就咱们到后面呢也买不起什么装备了，打不了什么钱了。哇，这钩子爽是挺爽的，但是核心东西一个都没有拿到，我感觉就是我，因为我们一直在锁。哎，等一下，可恶，我们来个这个看看，这两个会不会诅咒啊？来 ，OK， 两个钩子 ，OK， 来三个，臭小子，来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三个的话就三个钩子，我一开局就三个钩子。不过它这个负面属性啊也是三个，正面属性呢？正面属性也是三个，升级加105的这个啊，这个伤害真是不愁了。不过呢，范围也减很多，敌械接触减30点范围，不是特别尽兴哦。我们下一次就玩这个，或者是匪徒偷一波偷两个、哦、来。看一下这个加两点幸运，你看23%的水果才会被下毒，这就很厉害了，很强哦。咱们下次玩玩这个或者匪徒，但是他这边啊基因重组就是怎么说呢，就会变成正常哦，不是被诅咒过的。那行，反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子吧，那这下期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